马上要出场就是 C2 的爱家带来的歌曲就是 Dear Friend， 掌声欢迎，欢迎爱家。 Dear Friend 这首歌是特别送给你们的，希望我们永远都会是最好的朋友。Dear Friend， 那这首歌呢也是要献给这三位好朋友对不对？爱家你们可以介绍一下这三位好朋友他们是谁？他是维山，他是 Caroline， 他是 Jermaine， 他们是我从中一认识到现在的朋友。哦，像虚实算有两三年了对不对？ 三年了嘛。那你们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好到连皮衣 shots 都可以 share 啊。皮衣 shots 可以 share 啊，就是说平时一个人穿另外三个没有穿是不是？还是就轮流穿就是了啦。没有啦，就好像如果没有带皮衣 shots 哦，就互相借一下size 都一样就是了，对不对？ OK， 那你们三位同学哦跟那个爱家相处嘛，我很好奇，因为他平时给我们感觉是很稳重，但是他私底下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啊？这位代表好了。没有，他很会自嗨。很会自嗨啊？他做什么东西？他我们在 recess 的时候，他就会来，哎 ，Jermaine， you love me not？ 然后呢？然后他干嘛？他就一直笑，一直笑，一直笑。真的、哦？哎，可不可以演一下自嗨的感觉？哎，没有。演一下，假装他是 Jermaine 好不好？来，你就跟他讲那一段对白。Jermaine， you love me not？ 哎，感觉怪怪的。OK 啊，另外一面了，好不好啊？那最后爱家什么话对他们三位说呢？我要谢谢他们一直以来给我的鼓励，然后他们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很支持我，所以 Thank you。好，在这边呢，谢谢爱家，到底评审的评语如何呢？小不点。So you love me or not？ You love me or not？ I love you。哎呦， so sweet。今天好像特别有母爱的感觉，是，而且今天选唱的歌曲是比较抒情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平时都会唱比较蹦蹦跳跳的歌，是不是故意做这个转变的？有，就是好像有想要去尝试慢歌啦，然后想要挑战自己的。啊，很好，那就问我们评判老师，展龙老师，他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？你觉得？我觉得翻身赛真的很好。把一位好歌手给带回来，然后重点是，我觉得，爱家今天的表现很纯熟，很有大将之风，
再接再厉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菲菲老师，你觉得呢？今天的改变？糟糕了，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唱的这么好，我不知道要给几分。哇！我觉得像《Dear Friend》这个歌，唱《Dear Friend》这样的歌，他需要很大的张力。我觉得他表现在张力的部分表现得很好。啊，加油加油！谢谢，好，谢谢老师。So I j a they love you or not? They love you also. Yeah, they love you a lot. 好，广告回来呢，有更多精彩的演出，还有校园 superstar 的好朋友都会出场哦，别走开，稍后见。